心无愧，不是没有答应。这这个这个事情，我们笑的人都不知道，啊、你们就答应了。你们问过我们的意见吗？少数服从多数，自己挖的坑自己要跳。啥啥？我们没有挖那个坑，这个坑是你们挖的，给我们跳，我们一起跳。行，那就给你们了。好，那既然就是现在所有的成员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们马上就开始挑战我们的3.5倍。七月的舞蹈说实在短期挺难的，真的挺难的。然后接下来大家看看就好，不要太认真，认真我们就输了。希望大家能够期待一下我们七月的正式的舞蹈版。